所以你失等了没？还没啊，我又没练。哦，我以为你会偷练呢。没有啦，这个玩这个单排还蛮辛苦的。嗯，我也是这样想，然后我就没有打了，你知道吗？玩这个单排真的不是普通的辛苦。你可能一场就会打更久了，你知道吗？好难吃！虚弱王交，虚弱王交太快了，我快死了、欸！快吃我的果实！谁谁吃你果实？一大师！原来我没有一大师啊！你看，我就说那种人很鸡歪，跟玩信长偷捡猪肉是一样的道理。每次都差一层。有了有了，我单杀了。哦靠腰，甲克斯直接闪现出来。没死没死，甲克斯没闪哦。姐，我在后面，我不知道能不能打，我看状况。我先把他顶走。可以。可以啊。靠腰。我需要上去吗？不用吧。不用不用不用。干，他亲到我了，所以我没办法挣钱。我下天蓝给阿里了，是吗？没办法，他亲到我了，但我就没大哦，我有大我就解控场了。不解。他大一只牛哎、欸！笑死。哎、欸，这个要来了。哦，好痛，好痛，好痛！我在杀另外一只的时候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我想让他这样离比较远嘛。干你！哇，直接顺过去好吗？他现在是被我打假的。我没想到那个迪娜不会死。卡米尔怎么在这里、啊？干！哭啊！哎、欸，那一大师真的是走到哪果实吃到哪。我这个预判漂不漂亮？我真是太神了，媲美西门叶说。并没有。挑啊，哪次不挑？还。脚闪头还送爆。真开心哎、欸！你要不要吃他的狼？我看到人了。哎，我很会控魔的。控魔达人啊！但我没开大哎、欸，这么秀、喔，但我在雷，秀你在雷，我不知道他大我啊，我怎么知道他会大我？干，他会大我很奇怪，好不好？我完全没注意到他大是我，嗯，那就这样回去了。哎、欸，不过龙我没有拿到了。这甲克斯有点嚣张哎，真嚣张。嗯 ？Nope。十。你还有一个果子可以吃。哎，我的小鱼人真强哎。对、欸、他真的很爱单走，然后被杀掉了。他在哪兒？我怎么办？我拿走了。哎、欸，你很过分哦！你走不同路，你也要起，你也要捡。不是啊，我没干嘛哎、欸，我就只是就一直不停的打他而已啊。我不能接受，我不能接受。不是哦，他一直揍我，我很生气啊！我回击很正常吧？不正常。内卷的你，你觉得杰比较好玩还是菲斯比较好玩？啊、都挺好玩的。菲斯。你觉得菲斯比较好玩吗？对。对啊，菲斯看起来比较强。
我个人是比较喜欢解，操作更简单。我就喜欢玩操作难度高啦、啊，体位也是。哦，你该不会是说飞色的身高跟我一样吧？可怜呐、啊！不愧是海鲜玩海鲜就是强。那我今天也是玩海鲜，我今天比赛也是玩海鲜。最近好像跟海鲜脱离不了关系。为什么是我？没事没事没事。哎、欸，牛是不是看着卡密尔啊？看他开大，点他出去就好了、欸。想看看奥利安娜，我没有买、欸。我现在这个账号可能主要都是买辅助角。嗯，不一定啊。白痴啊！都是最大的菇。嗯？怎么会？你在上路啊？那关我屁事哦！那就是关你屁事啊！不可能，不可能！你再想一下，这石头是来当保镖的吗？要不要直接吃八了？我觉得可以吃啊！不是查米，我刚被清到了，你知道吗？那没办法。话说你聊天是说来看高手过的，我是觉得这边应该是只有我跟你两个高手，接下来就没了吧？也没有到很高了，只是玩的比较多而已。看看我这个美丽的睾丸，我是觉得听起来好像怪怪的。我们现在顶多是个封闭者，称不上睾丸。我不管，我就是睾丸。好，我很想一秀三呢、欸，我好像不太行，到底行不行？你要相信自己。不动，鞋在鼻地耶、欸。我哪有在鼻涕？我是不是来了嘛？我说结了，你是结对不对？哎、欸，为什么？但为什么结会被我屌打、啊？完了！Triple kill！ 你们为什么那么激烈、啊？你靠飞！我刚刚一打四哎、欸。嗯，那队友都在干嘛？死啦！哇，你引发了他们的惊叹。真的，这一片这个该剪了吗？这个该剪了吗？该剪了，真的。哇，我刚刚极限残血，然后收掉两只哎。好啦，你不要打比赛了，我们先打这个就好了。那你去帮我打比赛啊。不用了啦，不要再另外找一名替补选手。我跟他讲。我们的另外一个选手呢，烟儿，他已经沉迷于手游了。什么到最后那两只蛮帅的，我就是先惊人，然后再撑杆跳，飞士就是这样玩的。